候不要急着马上谈，坐到椅子上稍微想一下，就是缓和一下自己的情绪。那你要谈什么样的速度？不要都没有思考过，然后一下子谈下去，你就可能完了，下去可能不是你要的速度。所以要先想一下，这样子。好，大家继续加油。忘记了，不知道怎么。